3月10日，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在上海启动了自己的新剧《不祥的蛋》。简单的舞台布置，再加上鲜明的主题背景板，孟导直接就地取材，在演出现场办起了发布会。该剧将在3月16日至3月27日在上海的艺海剧院连续演出，喜爱孟氏戏剧的观众们一定不要错过喽。